陈楚，饼干来了。啊，同学，你找我？我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谁让你偷衣服的？别乱看，少爷不一样。干嘛？那几个男的有那么好看吗？好不好看是其次，主要是我热爱科学。最近我在研究人体肌肉，职业病没办法。有两个男的，腹部肌肉还不错。研究我的更标准。我好怕。光看是不是还不够？试试手感。怎么样？我的腹部肌肉还可以吧？以后想看，直接找我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要的饼干，按照要求做的，无糖，口感好。谢谢。社的人真多呀。外校的来看场地，周五要比赛，你要不要也来看比赛？我没兴趣。那好吧。罗婉，我送你出去。他们害羞，保护一下。运动员会害羞？好了，安全了。哎，人戳。有事？300块钱饼干钱。这还不够买半个模型。